二楼看台区。好，请让大家拍照。对，照片活泼度很够。来，拍左边，左边上面。不好意思，让你们淋雨了。对，那我们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好，那我们先讲到母亲节好了。那今天是你的小孩的诞生日耶。好，是小心哦，外面。好 ，OK。这里有。因为讲到今天就好像是你的小孩子的诞生日嘛，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品牌？啊，是因为这个品牌呢，是我以及我的团队就是用尽心思，就大概辛苦的筹备了一年做出来的品牌。那这个 Gerger 它那个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猫打呼噜的声音。那猫什么样的情形会打呼噜呢？对，那就是它很舒服或是很怡然自得的时候。哦，因为我本身是个超级猫奴，因为我叫三只猫，是，所以我就真的很喜欢猫，所以我很想要把就是猫很轻松、很怡然自得的感觉，就是带给大家，所以还想说要创一个品牌。哦，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呢，其实就是把这个很猫很舒服的那个服装可以穿在身上，然后同样的把这个轻松感跟休闲感也带给穿衣服的人。怪不得我现在好舒服。其实今天的活动呢，算是有一点点在做爱心，然后跟欢庆母亲节这样。我要看哪里？前面的摄影机。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今天扣掉成本的所得，全部会那个捐给就是弱势儿童，然后照顾他们的三餐，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然后今天呢，因为我本身跟我妈妈都很喜欢猫咪，所以希望就是有其他喜欢猫咪的那个母子党或母女党可以一起来做爱心。刚刚有见识到小男孩的顽皮吗？哦，有，刚而且是一次三个，就刚刚有一个5分钟当妈妈的感觉，觉得还蛮开心的。